上女孩离奇失踪，数十里外发现无名碎尸，女孩为何遭遇不幸？她与歹徒如何相识？看似轻松的交友工具，背后居然暗藏杀机。为情为财，歹徒为何心生杀念？微信女孩，天网栏目即将播出。行了，我知道了，知道了，你放心吧，我一会儿就去找你了，我很想你。2012年10月30日清早，杨东急匆匆来到哈尔滨道里区姐姐杨子出租房，他已经两三天联系不到自己的姐姐了。你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他基本上是每天通电话吧，这可能一天通了一次或者两次。但是每天可能都要通电话，即使不跟他弟弟通电话，也要跟他弟弟的女朋友他俩通电话。但是呢有两天就是联系不上了，所以说他弟弟就感觉事不太对劲了。你好，小安同志，我想报警。什么事？我姐姐失踪了。失踪的女孩名叫杨子，是杨东的姐姐，在道里区做服装生意。28岁的她至今未婚，生活中的杨子很时尚，平时外出总会随身携带高档笔记本电脑和手机。我姐这个人吧，她生活比较单调，因为她身上有点轻微残疾，有点自卑，她一般就家里和店里这么两点一线。侦查员们在弟弟的带领下来到姐姐的住地，屋内没有明显的翻动迹象，与这个整洁的房间略显不协调的是一盆在水里浸泡没洗的衣服。这个异常的现象让侦查员们感到茫然。跟你也没找得出来。对对。发现他姐姐这个笔记本电脑不在了，其他的衣服呢也没有收拾拿走的迹象。但具体说他姐姐失踪离开家失踪的时候穿的什么衣服他不知道，因为他俩没有见面。由于杨东报案时间与姐姐的失踪相隔好几天，姐姐住处周围的监控录像已经被覆盖掉，侦查员们无法得知失踪人员杨子离开家的具体时间和其行走方向。杨子的通话记录显示，这个女孩在10月25日下午打完最后一通电话之后就再没有了任何音信。与此同时，侦查员们通过查找10月30日前后的110报警信息，确认没有与其相关特征人员伤亡和其他意外事故。杨某的弟弟反映呢，杨某呢在经济方面比较独立，而且经济条件相对比较好，因为在哈尔滨已经打工很多年，也有自己的小生意，收入呢中等偏上嘛，有一定的这个经济基础和实力。杨东说，他只知道姐姐与前一任男友分手大概有几个月了，平时姐姐杨子的接触关系非常简单，只是喜欢玩玩微信，没有和什么人产生过矛盾。通过他弟弟反映，他主要的交友也是通过手机微信去交朋友。
联系一些关门客户什么的。通过对杨东的询问，警方得知杨子平时会随身携带3-4张银行卡，那么这些银行卡的交易记录会不会成为新的突破口呢？侦查员们在哈尔滨银联总部对以杨子身份证开的银行卡进行了调取，结果发现就在杨子最后一次通话的当天，也就是10月25日的晚上，有过多次取款记录。10月25发生4笔交易，然后都是跨行取款，扣了4块钱手续费，集中取的连续取款。在晚上20:37两笔。三十八两笔。20:40一笔。侦查员们查到，在10月25日的晚上，这张被取走10,000元的银行卡是在香坊区三河路的哈尔滨银行的 ATM 提款机上操作的。同时，在香坊区三河路邮政储蓄 ATM 机上，这张卡又取走7000元。到底是谁在这几个银行网点利使用这个失踪人的银行卡来取钱？是失踪人杨某本人，还是其他的什么人？一个喜欢微信的女孩忽然消失，不见踪迹的5天，她究竟在哪里？她和什么人有过最后一次通话？又是谁在一个晚上独自取走了她卡里的钱？微信女孩，天网栏目正在播出。2012年10月25日，也就是女孩杨子和家人失去联系的当天，侦查员们发现下午2:50，杨子的银行卡在抚顺街工商银行 ATM 机上使用过，晚上8:30又分别在哈尔滨市2家银行被取走了17000元。到底是谁在这几家银行网点使用失踪人员的银行卡来取钱？另外，他这个银行卡被提取，那么是谁提取了？是杨子自己提的？他当晚提那么多现金干嘛？还是他人所为？为了查证这些疑问，侦查员们分别调取了这几家银行当时的提款监控录像。只见一名身穿深色长夹克的年轻男子，右手拿了好几张卡，不停地在 ATM 机上查取。杨某的这张卡是被一名男子取了钱，这名男子大概身高1.7米左右，体态较瘦，穿着深色的衣服，而且戴着鸭舌帽。根据他提款的时间呢，包括他的着装，因为在哈尔滨10月份的时候呢，如果穿的这么厚实，包括把脸挡上，包括戴鸭舌帽，这种情况非常反常。另外，我们通过调取这个监控录像呢，发现该名提款人呢，有这个回避摄像头的这个表现，包括说度过摄像头有低头的情况，包括说在提款的时候有把鸭舌帽往下压的这些动作。一个是在道里区抚顺街的工商银行网点，一个是在香坊区三河路的哈尔滨银行 ATM 机和邮政储蓄 ATM 机。结合这三个银行网点监控录像，侦查员们研判确定3个银行网点的取款人为同一个男子。很快，警方找来杨子的弟弟杨东，让他指认监控录像中的这名男子。可是杨东并不认识该男子，并肯定他不是姐姐身边的熟人。那么杨子是怎么认识这名陌生男子的？又怎么会把自己的银行卡密码告诉他呢？我发现他天天微信时挺厉害的，最近那个他实际上工作中无聊的时候，他会有发条微信。平时他很少出去玩，也就跟店里营业员比较熟，其他的接触几乎是零。微信？难道这名男子是失踪女孩通过微信认识的？那么他们是什么关系？女孩现在又身处何方呢？通过看银行的录像，再结合这个失踪人员这个手机关机啊，还有一些情况，应该分析这个提款人肯定是不正常。
与此同时，道里分局刑警一大队在全国失踪人员库及无名尸体库中进行检索时，细心的侦查员注意到，在离哈尔滨60公里的肇东市，在10月28号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因为报案人报失踪的时间和发现尸块的时间高度的吻合，而且发现尸块的地点恰恰位于肇东和哈尔滨中间，侦查员很快联想到赵东这个无名女尸和失踪人员杨子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在我们黑龙江省赵东发生了一起这个抛尸的命案，嫌疑人把这个被害人的尸体抛在这个赵东的这个道边儿。其中我们看着协查的时候，通过头黄头发和我们的被害人都是黄头发这块能对上，再一个这个脸型是圆脸，应该这块比较像。第一时间，刑警一大队民警和肇东警方取得联系，但是肇东警方反馈说，与哈尔滨失踪人员的信息并不吻合。因为这个失踪人有残疾，但是尸体啊没有发现这个残疾这块，所以说我们没有并案。失踪这个案件这块看，虽然跟肇东的案子马上没有并上，我们还是按照这个应该被取害的这个方向去搞。虽说无名女尸属于失踪女孩杨子的可能性很高，但是在 DNA 检测结果出来之前，谁也不能确定，因为歹徒为了掩盖死者的身份，对尸体进行了残忍的处理。赵东发现这个尸块呢，并不是一具完整的这个女尸，另外呢，尸块是经过犯罪嫌疑人、犯罪分子用处理过的，他这个面部特征及头发，就包括这个四肢这些特征，都进行了相当程度的这个故意的这个损坏。如果无名女尸是失踪女孩杨子，那她为何会被如此残忍的杀害在肇东呢？办案人员找到她的弟弟杨东进行询问，杨子的弟弟向侦查员反映，赵东和他们家没有任何关联，但是令人无法理解的是，杨子为何会出现在赵东呢？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基本推测，银行监控录像中出现的神秘男子，就是最后接近失踪人员杨子的人。那么，这个年轻男子可能是谁呢？我们公安机关初步认为，那么应该存在一起刑事案件的发生，是非法拘禁，是绑架，还是杀人，是抢劫？这一切的答案都在银行监控录像中那个手拿银行卡的神秘男子身上。现在对于警方来说，当务之急就是找到这名男子。取款机前的神秘男人，密码从何而来？被鸭舌帽挡住的无名面孔，他看到了什么？难道真有一个微信那边的浪漫约会？百里之外出现的女尸又会是谁呢？微信女孩，天网栏目正在播出。2012年10月30日清早，杨东急匆匆地来到哈尔滨道里区姐姐杨子的出租房，她的姐姐已经失踪5天了。杨子是一个20多岁的女孩，平时喜欢微信聊天。警方发现杨子最后一次通话是在10月25号，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却有一个男人拿着杨子的银行卡，多次在不同地点的 ATM 机上取款。那么这个男人又会是谁呢？侦查员们再次回到10月25日下午2:50，在抚顺街工商银行分理处 ATM 机，这名男子手上拿有几张银行卡查询取款的这段监控录像中，细心的侦查员发现，这名男子身穿深色夹克，身边携带有一个红色的袋子。以此为特征，警方部署以抚顺街工商银行两边为核心，重点走访排查。
我们就沿途调取他行走路线的监控录像，正恰恰呢在他行走方向呢有一个小型的超市，我们立即到这个超市呢，对这个超市的情况进行了解，包括对这个超市的监控录像进行调取，发现有一名男子从银行的方向走来，而且衣着特征和行走姿态上都与我们在银行网点发现那个持有杨某银行卡这个人极为相似。根据此男子出现在道里区抚顺街工商银行 ATM 机前的这个时间段，侦查员在工商银行附近的小超市监控录像中发现从银行网点出来的这个男人走进了这家超市。啊，你走的对是不是？对，而且跟咱那个监控也差不多，差不多是不是？他记下时间，记下这个时间是25号14:52。超市监控显示，25日下午14:52，这名男子走进超市买烟，然后离开。人员跟我们反映说，这个人呢以前应该来过，而且平时呢他应该不买中华烟，没有这么高的档次，所以说我们认为他这个人应该在近期在经济上有所变化。那你为什么对这个印象这么深？因为我的长板店卖中华卖的少。你感觉他离咱这住的有多远？不会太远。能不能是咱这栋楼的？不能是，应该是这栋楼，我应该都差不多能认识。这栋楼的差不多你都能认识。长板这块他比较肯定，他们接触过挺多次，到他这买过多次东西，而且他们唠过嗑，因为应该是比较熟悉。事情的突破往往就从不可能开始。反复研判监控之后，侦查员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可能的正面接触此男子的证人。人员反映了他搁附近居住，另外出门是向右转的。那么我们这个指挥部马上调整了侦查措施，安排了大部分的警力在以十大店为中心，以银行为中心，那么十大店出门右转的这个楼区居民楼进行了走访。通过我们对这个居民楼进行排查走访，就发在抚顺街79号这个一个7楼居住的一个人，社区干部反映这个人和这个取款人长得比较相像，所以说我们就把他作为我们重点侦查的一个目标。群众说的抚顺街79号在工商银行 ATM 机的右侧，而警方发现这名神秘男子的小超市则在 ATM 机的左侧。也就是说，这个男子从79号出来到小超市必须经过 ATM 机，所以他对周边的情况非常熟悉。据此，侦查员们推断，这个取款的戴鸭舌帽的男人很有可能就住在抚顺街79号。但是抚顺街79号顶楼是个劳务人力市场，由于这个地方人员流动多，周边情况复杂，为了不打草惊蛇，专案组民警决定秘密守候，潜入79号楼里实施抓捕。就在侦查员耐心蹲守时，只见一名年轻男子手拿失踪人员杨子的电脑从楼上下来。见此情形，在确定了该男子的体貌特征之后，侦查员迅速在2楼管台处对其实施了抓捕。这名男子名叫徐强，哈尔滨人，今年35岁，2000年因轮奸罪被哈尔滨太平法院判处12年有期徒刑，2011年释放。2012年11月6日，哈尔滨市道里分局对徐强依法实施刑事拘留。在徐强的暂住地，警方在卫生间、暖气片等多处找到受害人杨子的 DNA。此时距杨子遇害整整12天。
过对这个嫌疑人的审讯，他交代把这个尸体应该是抛到这个赵东。这时候我们这个和赵东这个尸块这个 DNA 和被害人家属的 DNA 比对结果也出来了。应该是被这个侵害的被害人就是这个杨某。一段黑暗中的罪恶身影引出一起强奸逃案，男子手中的红色袋子从银行转到了超市，谁会在黑夜中到处取钱？劳务市场中警方如何找出一个劣迹斑斑的罪人？微信女孩天网栏目正在播出。这是一段2012年5月30号的监控画面，在这家宾馆的走廊里，有一男两女不知为什么事发生了争执。画面里的男子正是杀害女孩杨子，并将她抛尸至赵东的犯罪嫌疑人徐强。据徐强自己交代，2012年5月30号那天晚上，他受一个朋友所托，为了帮助朋友顺利摆脱当时的女友小蕊的纠缠，当晚徐强约请小蕊吃饭，然后他们一起回到小蕊的住处黑山公寓，对小蕊实施了强奸。第二天，小蕊到南岗区巴山派出所报案，而徐强则一直在逃。这个犯罪嫌疑人，他之所以今天能走到这个地步呢，也并不是偶然的。他这个今年呢也30出头，他的人生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监狱或者是少管所这种羁押场所度过的。徐强在家里是最小的男孩，他父母对他非常溺爱，他从小没念过几年书，很早就辍学了，游荡在社会上打架斗殴。2000年他因轮奸被判刑，在此之前他还因为抢劫也被少管过劳教过。用俗话讲，徐强就是劣迹斑斑的这样一个人。他这个飞扬跋扈这种性格，做什么事呢不考虑后果，而在他小的时候呢，有可能他的一个长辈家里人就给他灌输一种，就是有事儿他家里头有爸爸妈妈在，这个惹祸了用花钱，有这个潜意识在，一点一点的这个在这个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且呢最后到今天。徐强2011年在监狱劳改刑满释放后，他认为外界一切的新生事物对他来说都很新鲜，特别是当徐强知道手机还有微信这个功能，更是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他很自然的就想到通过这种方式来找女人聊天消磨时间，尤其是5月30号他强奸小蕊逃逸后，这个混迹社会的恶人竟然想用这种方式物色他的下一个侵害目标。没事就摇一摇，摇进去谁就跟谁聊一聊。嗨嗨，你看我叫什么呀？看了我那照片，你想想我叫什么呀？他就利用这个群这种情感拉近那种几率，产生那种吸引。时间嘛，有时间出去吃个饭，逛逛街。不用见面又可以交流，把自身那个缺点和弱点还可以掩饰起来。就为了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就提供了一个机会。那么微信这一块，应该说这种虚拟这个媒介的这种掌握和利用，占据了这个年轻人啊，一相当于一部分年轻人的思想。他加我好几天了，那我也不认识他，完了。
有一天晚上他跟我说话了，我底下我看电视呢，然后我俩就聊上了。2012年10月23号，女孩杨子和徐强通过微信认识，相互加了好友之后，两人聊得十分投缘。随后杨子多次提出想去徐强家看他。你是谁呀？我叫小猫。那你叫什么啊？照片是我家养的一条狗。微信上的那个照片是你吗？怎么弄一个那么可怕的动物啊？你长得就那样吗？太可怕了。头像那是我吗？狗是善良的，但是我也善良。5月24日上午，时尚的杨子几经打扮，带着高档的笔记本电脑和水果，来到徐强的暂住地抚顺街79号。微信这个互相之间交流的过程中，他感觉不到对方到底是什么。亲爱的，你们家几楼啊？但是从那个犯罪嫌疑人那个角度，因为他本身是逃犯，而且还有前科累计，吃着饭逛逛街，他也恰恰利用这个微信，可以掩饰他以前的那种前科累计那种真实身份。徐强和杨子两人交谈的时候，他并不知道杨子身体上一些什么缺陷。在见到杨子之后，徐强比较失望，认为他被骗了。但是看着穿金戴银的杨子，看上去很有钱，他还是很无耻地留下杨子，并且当晚和他发生了关系。到10月25号上午的时候呢，这时候徐强跟被害人提出来说，我是这个网上逃犯，我这个有一个朋友要给我打一些钱帮我跑路啊，因为我这个现在所有的这个卡呢都被警方这个监控了，你能不能方方把你的这个银行卡借给我用一下？那好吧。你用哪张卡？这张。密码是多少啊？可怜的杨子不假思索地告诉徐强自己银行卡的密码。徐强迅速下楼到他居住的楼下一家工商银行分理处，先试了一下这个银行卡密码，是真的，他并没有取款。然后他上楼，他又极力想让杨子赶紧离开他这儿，赶紧走。他是有女朋友的，这名他女朋友呢，这个暂时没在哈市，他自己交代呢，是由于他女友10月26日要回来了，他呢就向这个被害人提出说的，我女朋友得回来了，你得，因为你自己也得上班啊，说的你走吧。完了，他说那个，我说不上，我说有事，那我就上。他说他家处好啊，你知道，我说处好朋友，我说你处好朋友就行。我说那处对象不行，我说这样，这事儿什么事儿啥的，你姑娘对象知道，就这样。这时，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杨子，不光把自己的银行卡密码告诉了徐强，更希望进一步与他发展恋爱关系。但是徐强以自己有女友为由，拒绝了杨子。但是杨子仍然坚持留在徐强家中不走。这个女孩自己说自己家里面有这个做生意啊，有钱的，包随身携带的物品呢，觉得这个女孩可能有这个潜台，两方面原因促使她对杨某痛下杀手。
一个原本自食其力的残疾女孩，本应过上幸福的生活，却因为情感上的空虚，将自己送入了穷凶极恶的歹徒手中。犯罪嫌疑人呢，他的心理状态，他以前呢是有过这个犯罪前科的，他认为这个微信对于他联系这个女孩子应该说是非常方便，而且他的心理状态一开始来的时候，他也没抱定就一定要杀害这个女孩子，但是呢，这个女孩子到了之后，由于这个女孩子提出的条件，他又一时满足不了，同时女孩子又跟他闹，那么他就临时起意就起了杀心。10月25日晚，徐强残忍地杀害杨子后，就把被害人身上的若干张银行卡都利用这个密码，在哈尔滨市几个区的 ATM 机上，将被害人卡上的33000余元人民币全部取了出来，并且把被害人身上随身携带的金饰、电脑、手机以及2000余元现金据为己有，将被害人凶残的碎尸，将被害人的尸块抛到肇东市的荒郊田野中，所以把这个女孩子最后杀人，同时又碎尸。但是这个微信呢，我虽然是从我作为公安局长的一个侧面，可能看到另一个方面的要多一点，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用微信来犯罪，但是这个微信确实给这些犯罪嫌疑人提供了可乘之机，所以大家在合理使用这个微信的同时，在享受到它给大家带来愉悦的同时，一定要考虑到另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它能不能给咱们带来一些安全威胁，这一点大家是一定要切记的。一起女孩失踪案最终真相大白，竟然是由微信这种时尚聊天方式引起的，让如此花季的女孩丧失了自己的生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像杨子一样，在物质上得到了满足，但是精神却十分空虚，因此大量的社交软件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很多年轻人走到哪儿都是手机不离手。但是又有多少人想过，你那看似亲切的好友背后藏着的是一张怎样的面孔呢？